我被卡壳前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、无能为力的是放弃爱，放弃我，放弃的梦被踏碎，忍住悲哀。可是还会卡吗？超灵呆，最近脸书怪怪的哎。我嘛是无多代志啦，哎呀姐，咱讲真久无算呀。李姐晚上好。Amelia 姐晚上好，静文姐晚上好，CI 姐晚上好，龙姐晚上好，Charmin 晚上好，Joy 姐晚上好，苏玲姐晚上好，林宝姐晚上好，WEN 姐晚上好，雨琦姐晚上好，线上说哥姐晚上好，佳花姐晚上好，再麻烦帮小旭公开分享一下，超威大家最近技术人员，哥姐最近技术人员出了状况啊，不是不干我的事啊，他妈怎么这样子一下卡一下雾呢？月玲姐晚上好，KUEI 姐晚上好，小麦哥晚上好，Jennice 姐晚上好，EB 姐晚上好，水当当姐晚上好。好，今天真的是开很远的车啊，妈开到屏东来，我直接讲明天在屏东了，好吧？我开那么久，你们也大概知道我在哪里。对，我直接讲这边在屏东，超伟大，有没有屏东的哥姐？晚上吃个宵夜？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你嘛长长吧，对不对？整天你以为每次探完险出来都会有人请你吃麦当劳吗？对不对？哥姐，我像是那种人吗？有没有麦当劳可以吃？哦，不是啊，哥姐，你们几点班？哦，现在哥姐大概晚上好啦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先跟哥姐道个歉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快12点了，哥姐真的是先让哥姐不好意思，今天比较晚开，因为今天中途遇到比较多事情，再加上说今天真的很塞车，今天开真的很远，直接开到这么远来。而且，因为这边算是敏感地带啦，哦，靠北啊，外面有人呢，没有车。哦，而且因为今天开车开来回，大概哦，今天是跑最远的一次，因为我想说小吉明后天没有探险，我想说今天跑比较远的地方。哦，那今天而且今天。不简单呢，哥姐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来到什么一个地方？真的来回，我跟你讲，保守估计，我来的时候开4个半小时，妈的塞车塞到爆，我回去应该是三个小时回去了。音效师不要这样子，一下技术人员出问题，一下音效师不在状况内，超回答不是要我骂吗？音效师。压力，哦，干，哥姐，音效世界没办法，因为我这次没收讯，这次没收讯啊，哎呀，哥姐这次没收讯，哥姐，我这里中华电信好像怪怪的，不能拍，我换做台湾大哥大，好，线上说，哥姐。再麻烦帮小鸡公开分享这边直播，拜托拜托，我开始讲故事了，哥姐。因为没有音效，所以今天讲故事，希望你们有感觉一点。这边是一家，这边是一家废弃的戏院 cinema。好，我今天又来到，可见我今天来到一家废弃的戏院，那这家戏院发生过什么事呢？哥姐，关你屁事！不是，我是说，这家戏院呢，之前听说为什么它会倒闭？它之前已经是倒闭了。它倒闭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讲，它因为这家戏院呢，它不是华纳微秀，不要跟你开玩笑，这么有钱，华纳微秀会来我探险。哇，那会让我进去探险，你们改三百，你们改塞的。哥姐，这家戏院它是以前老式的戏院，20、30年前戏完了，你再跑不离公人球哩。今日小去带刷天阿姐来到下面恐怖的所在，我开讲，这边以前人家在看电影的时候，常常会看到一些，因为你在看电影的时候，你不希望人家前面走来走去嘛。你在看电影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前面走来走去都是人影。一下有，一下有，
然后就那这家新人收到很多客诉啊，就是哦，你在看电视电影的时候，怎么工作人员都在这边走来走去，在屏幕底下走来走去，这样怎么看？事后这家戏院对这个工作人员呢进行了教育训练，一问不问还好，一问不得了，所有工作人员都说没有啊，我没有在荧幕面前走来走去啊。结果老板问到最后一个工作人员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说什么？哥姐。真正在荧幕走来走去的那个人，那个工作人员，那个名字叫做晚安小七，因为就是我本人啊。我在面前，荧幕走来又走去，就是我本人。可是不是啊，开玩笑啦。好、哦，然后最后一问，工作人员都说没有没有没有在这边走来走去，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发生第一件灵异事件，第二件灵异事件。传说这边有一间房间，好、哦，厕所有一间厕所房间的那个房间有一间厕所，它的门会一下开一下关，一下开一下关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前辈跟我讲的故事，它有一间厕所的门，它会。因为工作人员有看到，那时候看到什么？突然厕所的门直接 bang 关起来，结果一进去都没人。所有工作人员呢，工读生，第二天马上的辞职。好、哦，而且因为没有印象的关系，前进，边洗澡边看，好刺激。玉婷姐，我不信，我看，不是，我是说前进。好、哦，而且对，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哥姐，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讲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分钟。哥姐，小七已经有成立的 LINE 的官方，好，这个官方呢，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私讯，对你们来说比较方便，不用总是私讯粉专。好，这第一，第二个，以后开播前小七都会传 LINE 通知你们，叫你们半夜叫你们起来睡觉啦，不是，半夜叫你们起来洗澡啦，好吧？哎，不是，半夜叫你们起来尿尿啦。好，我们开播前呢，因为现在还在研究，不知道怎么弄。艾婆刚研究，等研究好的时候会开播前都会通知你，让你们不会错过小鸡的直播。好，哥姐，好，哥姐，这是小鸡的官方 LINE，再麻烦哥姐帮我扫 QR code 一下。好，再麻烦哥姐，我们粉专也有 po 官方 LINE，再麻烦线上的哥姐帮我加入官方 LINE 一下，以后结单系统可能会移到官方 LINE，对哥姐也比较方便。哦，一赖就你只要官方一赖就可以接单了。那以后开播的时候会通知，以后开播的时候会用赖通知你。哥姐贴不贴心？不是盖的，哥姐亲戚。好，再麻烦哥姐帮我宣传一下，加入官方赖啊。哦，非常感谢哥姐亲戚。我操，伟大！他这边真的飞行很久了呢。你看这些电影，不是跟你开玩笑呢。台北发的早车，靠！要这个是多久以前的电影院啊？有时候带你们来探险，不一定要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。我想说，探险也可以带入你们，带入，就是带线上歌姐走进以前历史的视窗啊。因为你们看到这种海报，应该都是在电影上才会出现复古电影，有没有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歌姐，这些海报都是真的哦。就是真的，你们在电影上看到都是假的，那都电影都是假的啊，都是做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哥姐这些海报都是真的。哇靠，哥姐他给他搞 SN 呢，这不是欧美风吗？给掐脖子，这不是欧美风？哦，yeah，fuck me，yeah，holy shit！哇靠，哥姐你们看一下以前全票只要10块。这么便宜哦！你看，以前全票10块，半票5块。如果这是全套10块，半票半套5块，该有多好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楼上验票。叮咚！哎呦，他楼上就应该是电影院的啊。
我听到一个声音呢。很模糊噻，隔间忍耐一下。我听到楼上有声音呢，好，再麻烦隔间帮我飞行一下。隔间，我先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。他这边应该是他们的。哈利波特，靠背的火焰，靠腰啊！他怎么会？以前有哈利波特可以看，还是要打扰一下。哇塞！哇，这边也是他们的柜台啊。那这是演哪一出？靠腰，这个是怎样？等一下是鬼修女，这是暴修女啊，不是盖的。断线噻！这抽屉就不要拍了，可惜我们就上去。哇，这边也是卖灭火器噻。这个感觉，这个炉灼，拍谁哦，五郎伯？哎，真的有一股声音呢。有人在吗？隔间还会卡吗？顾会谢谢，顾会谢谢，可谢，顾会是谁啊？这么有礼貌？顾会已经想必可谢，想必顾会是当时的可能是其中一个立法委员，或者是当时的一个大人物，不然怎么会直接把名字镶在上面跟他谢谢？这来头可能不小啊。可且顾慧这个人，她可能是女生，这个女生可能来头不小。可且没关系，我龟头不小。可且先进，拍谁五两本？看到声音那边传来的呢，不好意思哦。感觉像时钟的声音呢。哎，感觉里面发出来的呢，这是银听。金厅，这应该是电影院的啦。这应该是以前电影院的，而且他电影院的，哇靠，哥姐，他电影院的椅子还摆好好的呢。你看，哦，这边是电影院椅子哎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以前看什么电影，你知道吗？他看那个电影，靠辉啊，赵辉搭你这样，哥姐，他坐在那边看电影，看厕所的电影呢，我靠。还是有两百。哦，看哥姐这个风，我靠！看下哥姐这个声音，不是那个吹风机的声音，是按摩棒的声音。可不是沙小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就是跟昨天一样，你塞碟棍，你不提
微信抓起，贴你的手去，对吧？靠背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也太巧了吧，跟昨天一样呢。拍死哦，里面有人吗？这边废弃，你说葛姐，你们说这边废弃这么多年，它还保持着这么干净吗？不洗不干单呢，对对，而且那个声音没有了呢。这废弃这么久了，而且你说那个古早味的戏院竟然做的这么像现代化，对对？我跟你讲，你三四十年前哪有这个小便斗？葛姐，三四啊！我跟你讲，以前他这只有这样子，真的。你看他后来这是加装的，你看这个是冲水系统，真的。所以他这个是后来改建的，靠药水这边可能，他真的飞行这么久。谁哦？哇靠！又是女生厕所啊！请问里面有小姐姐吗？拍谁哦？哦，今天哥姐都想睡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今天比较晚开了，拍谁拍谁？这个是2010年的呢，所以他这边废弃的一定没有废弃想象中的久，了不起二三十几年而已啊，没有到二三十年了，对不对？有雾了噻！哇靠，有人在下放尿啊！搞错。有人在里面上厕所呢，你有没有看到黄色的？要扣你代志，代志咪就跟人说，呀，你简单啊，怎么可能？很雾噻，可是忍耐一下啊，我努力。拍摄哦，这款的所在，这款恐怖的所在，敢有人吗？而且他厕所做那么多事，要被夹小。你看，这边做男生厕所，这边做女生厕所，没关系，我们都可以忍耐。他对面又给我做女生厕所、男生厕所，是这边很多女生、男生噻，对不对？他给我对面又住一间，后面又住一间，那不是盖的、欸？哥姐，问你们还会卡打会，会卡打会误吗？会误打会误打会，不会打不会，超会打！我这边几格？我这边三格呢，我四句三格呢，四格呢，怎么会卡？不要再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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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快别困去啊！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，你再继续滴答，我就快困去。可是，干嘛差点睡着呢？他在滴答滴滴答滴，我这声音找不出来，我看我今天不会回家啦。
而且我直接跟你们呛明啦、啊，这个声音我真正嘴巴我压力不爱动啊，我的共生球诶，你们错起来，你们，那谁哦？哇，这已经很久了，没人进来了，都蜘蛛丝。娘炮，隔天他请我吃蜘蛛网啊！你脸笑，你以为我现在很饿噻？靠腰啦，蜘蛛一堆啊！哇，好多蜘蛛！开始哟！这么多蜘蛛，靠腰！不会只有上面，结果下面都是。声音是哪里传出来的？看好像里面传出来的呢。哇，哎呦！靠腰啊，太塞啦！踩到老鼠的骨头。哥姐，你们平常说听我声音很想睡，你们再配这个音效会不会更想睡？哥姐，你现在睡，你们赶紧塞了，不要跟我开玩笑。我开四个小时车，你给我睡觉，快共生去。没谁哦，高腰了，真的是戏院呢。高背，拍谁？五郎伯，靠腰嘞！哎，有人在吗？哎、欸，有人吗？靠北。哎，哥姐，你们看到人吗？靠腰，有人丢东西、欸。哎、欸，拍摄有拍一下影片哦，请问有人在吗？没错啊，起来！而且那舞台发出来的呢，而且是蜘蛛网呢。店员找零钱呢，靠腰啊！哎，拍谁？我没有付钱，你还可以找我零钱，是怎样做白工噻？五两百。而且这个戏院不简单呢，你看这都已经多久没人来，这都蜘蛛网了。台湾其实有发生过这些戏院废弃，然后在里面发生一些事情的案件，只是很多都没有上报。因为会开这种戏院的都基本上都就背后有一定的势力，你知道吗？跟开那个舞厅呢、pub club 一样，都可以把媒体压下来。哥姐，我新竹成龙。而且不好意思，这么矮的东西可以考验我，我觉得这么矮的台阶，你想要挑战我吗？你们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么矮的台阶你，我要上去是一件难事吗？你们太异想天开了吧，哥姐。屌你要破外卡阵。
而且不好意思，我屁股很痛，等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拍谁拍谁？啊，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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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可可姐拜托，不好意思拍到你们。哦，拍谁拍谁拍谁？哦，打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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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么简单的东西，葛姐，我就这样直接上来，好不好？没有很难，很难吗？葛姐，你们很难吗？葛姐超伟大，一转一下，干我脑，我8公斤脑震荡。刚刚包什么东西呢？哟，捕鼠夹，会不会是老鼠啊？会不会？这边怎么有捕鼠夹？里面串起来。对不对？而且老实讲，我看到一堆小老鼠呢。我也要，你女儿我也要派去考的啊！可你臭为他配一双鞋啊！大家好，我阿扁啦，今日我请去全台湾的选民，我陈水扁跟你讲，我一定会。带台湾的人走入胜利的光明。大家好，我阿扁啦。是开玩笑吧，哥？今天我鞋子开口笑。哥姐，我不知道我进来，我上来干嘛呢？我觉得应该是老鼠呢，我觉得啦。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这边一堆老鼠啊。就是面对老鼠啊，它外面是哪里？哦，而且我鞋子这样爆掉，我有点穿不习惯呢。哦，靠背啊，这外面是那个，而且外面不能拍，外面有人，别人住家。哇，这外面是别人的住家，不能拍。你看这边又一只，而且这边又一只老鼠。哦，不是，哥姐，靠，它是灰尘呐、啊。哥姐，你眼界很大呢，灰尘当老鼠，你把钱抽亏。他这边是应该是 A 厅呐、啊，然后 B 厅是在，诶，这是 B 厅吗？不会吧，两个戏院住隔壁，你们这样子 A 厅不会抢到 B 厅的人吗？难怪 O 六 K 嘛，哥姐，难怪这个戏院 O 六 K 嘛，不是无道理嘛。对不对？哥姐，来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哥姐，我今天要带你们来这家戏院。那么他们的 A 厅是坐在这边，好，A 厅的观众就在那边看电影。然后我们跟你讲，我们 A 厅的观众呢，进入时光的隧道，经过这扇门呢，我们瞬间就到了这个 B 厅的这个戏院。哥姐，我们来带你参观这个戏院。那么这个 B 厅的戏院，这个 A 厅呢，他们两个坐在隔壁。A 厅在放音乐的时候，B 厅竟然不会干扰到，这把是锦绣可以代志。哥姐，你把钱上班，对不对？可是刚才那个哥姐。哥姐，你们有听到声音吗？那个滴答滴答声音不见了呢！滴答滴答滴答声音不见了呢！
而且这一厅好像比较大呢，它的荧幕，你看，这厅好像是舞台剧吧，因为这边有这个舞台啊，我在上面跳个街舞都不是问题啊，你看，你看这一厅的舞台，它舞台就比较大一点。靠腰嘞！